Hello, my friend. Welcome back to my road. 今天呢，就是去泰国了。为什么今天突然去泰国？其实啊，之前是已经 plan 很久了。本来讲好是五月的时候去的，那时候因为发生一些事情，然后再延迟到八月多，所以现在终于去成了啦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打算去觅一下我的姑姑他们。等下到了过后，我们就准备立刻出发去泰国了。这次我们去泰国的地方是汉艾，然后我们是驾车去的。OK， 这一次去泰国，我们有做一些 plan 啊，然后到时候呢，看一下好不好，再介绍给大家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们上去的时候，我现在才换了大概1500泰铢这样子，就是200多马币。然后不懂，打算上去的时候会不会用到这些钱，先放在身上比较好了。然后打算去到那边的时候再换。OK。现在是早上8点，然后我们先到了科大，我们打算先吃一个早餐先再进泰国。现在是到了鼎香咖啡室。我刚刚吃完早餐了，然后现在呢就准备去到泰国了。然后我姑姑他们那边呢现在没有跟我们一起在路上，是因为他的女儿的 passport 还剩4个月就过期了，然后不能进到泰国，所以他要去更新一下了，所以他现在在弄着，所以我们先进去先。OK， 现在呢我们来一个地方来买车的保险，然后那些电话的信卡这些我们打算是进到那个泰国里面才买的。我们到了那个油站这边，然后打好油准备进那个卡萨，是我的堂姐她没有按现金，所以他们现在去找银行。然后目前我们刚才是已经错过一家银行了，所以她现在绕回去，我们在油站这边等他们一下。OK， 我们已经顺利把那些钱呢取出来了，然后已经密到了，然后现在是已经到卡萨这里来 check 一下车那些东西，然后等下打算就是进到里面弄 passport 东西了啦。现在到我驾车啦，现在为什么会换我驾车呢？其实是因为我已经是到了那个 checkpoint 了啦，那个泰国边境那边的 checkpoint， 就是我是车主嘛，所以就需要我来去驾这辆车去那边 check， 然后其他人呢他们就下去了，然后就去到那个里面啊，他们就去到里面他们弄一些东西，然后等一下我再跟他们会合啊。这里就是我拿驾车的地方的车都不都在那边，然后罗莉跟 Ben 在这边，我们都在这边的。哎呦，裂喽！这里看过去很多人哦。本来是讲好是9点会到，开始在这边，然后11点这样子会到泰国里面的。结果我们11点才到这边，幸好我们是已经吃了早餐的啦。然后等下到里面有可能计划需要更改一些了。然后我姑姑他们他的孩子现在 passport 那边弄不到，所以有可能到下午才可以弄，所以我们晚上才能 meet 到他们，然后我们等下就自己先去那个酒店那边休息一下吧。哎，是啊，朋友们，我终于好了，可以去载人了哦。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吃完那个有点特色的鸡饭，然后现在呢回着去 hotel， 现在能不能提早 check in， 我们 check in 的时间是3点，现在才这个是时间不准的吗？1:19。啊，现在来看我们的房间。
先看厕所第一件事，厕所不一样的，你厕所五脏麻雀虽小占据前，这里换鞋，这个是买的，这个哦，双人床，那个床有人气很慢，不一定很简单，就这样子，还有一个小冰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呢已经是时间差不多5:09了。刚刚我们去了 7-Eleven 买了一些小吃，然后去换了一些钱又，然后现在我们到了 Floating Market， 我们学会了一些好听的话，等下去砍价了。要哪一个？这个、啊？还是这个 ？One spoon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那个 Greenway Night Market。刚刚我们走完那个水上夜市，是吗？水上夜市。然后刚刚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现在打算来买我们的主餐了。那边只是买一些小吃罢了。原来呢，刚才我们来到的不是 Greenway， 而是 Asian Night Market， 然后也 OK 啦，其实我们也买了一些衣服啊，一些首饰这样子这些东西，然后现在我们在试看去 Greenway 那边它还有没有开，因为它好像是10:00关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点，因为现在是9:00，差不多三个字这样子。对，现在呢，我们终于来到 Greenway， 时间是9:30，剩半个小时啊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。然后等下买一点零食啊，小吃。等下打算买酒，成年人不能喝酒啊。哎，什么成年人不能喝酒？未成年不能喝酒。OK 啦，我已经买完了购物的快乐。我已经买好，然后现在不懂他们跑哪里去了，因为刚才我们有分开走一下，然后现在呢，自己就先走回车了。看他们有没有在那边。Hello, my friend. Welcome back. 现在我已经从那个Asian Night Market 走完，然后 Greenway Night Market 也走完了，然后又去 7-Eleven 买了一些酒，然后还买了一些小吃这些。等下晚上要喝的，哇，我感觉快要暴毙了，已经才睡两个小时了。然后现在一整天只是睡一下，然后起来一下，睡一下，起来一下，我整个很累，不用紧，没必要，就下一次再来一次了。Hello, my friend. 今天是来到泰国航海的第二天，就昨天晚上过后我们就有喝一点酒啊，然后我是那个抱着马桶吐的那一个，又是，然后刚刚睡醒准备好聊，然后我整个其实还是有一点不舒服，就还是有点感觉最醉的也是站不稳，然后就是很没有胃口，还有一点想吐的感觉，可能就是宿醉哦，是不是啊？接下来我打算就去 King Yong Market， 然后现在大家都差不多准备好，只剩还一个人。Face people， 还没有睡醒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已经到了 King Yong Market， 然后现在呢，打算买那个出名的一个炸鸡，它现在还没有开，就已经开始在那边排队了。然后其实我现在还是有点醉醉的，头晕晕的很重，所以我买了一点酸酸的水来解一下。刚刚我们从那个 King Yong 那边，买一些东西了，其实那个鸡饭没有买到，太多了那种。然后我们排第24嘛，然后呢，前面的一个人差不多可能买十多包，然后我完全没有机会买到，我们等了两个小时才到第11个人，我们在第24，所以还得等更久，所以我们就干脆不等了咯。所以就现在我们来到 Central 这里，然后看一下要买什么吃，等一下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就是 Fukishi Korean Taco Grill 的地方吃午餐。哇，点餐的时候真的是好料，语言完全不通，都不懂在讲话，所以下次要找一个翻译，或者去下载一个翻译，找一个老婆，泰国老婆，泰国老婆方便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刚刚吃完午餐过后，然后我们在 shopping 一些东西，我现在就来按摩脚下。Hey， 现在呢，我们的按摩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只做脚按摩，没有做全身，但时间不够用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准备回去酒店，然后跟姑姑他们汇合过后，我们打算坐嘟嘟车体验一下这里的嘟嘟车是怎样的，然后去到我们吃晚餐的地方。刚刚我们已经按摩完了，然后回到酒店里面休息个15分钟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打算去吃晚餐，就是在林南。然后我们打算就是坐嘟嘟车去了，然后自己肯定要坐嘟嘟车的是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是坐嘟嘟车去那边。等下如果在要去其他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再想看一下要回来回到这里，自己驾车去，还是在直接再坐嘟嘟车过去了，看一下等下再安排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了林南补费这里啊。这里呢，其实差不多很多人，我觉得应该有百多个，然后差不多要满了的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刚刚到，我们已经有一些去拿那些的食物。现在这边的食物其实蛮多，就是不同各样的东西了。它有一些熟食，如果大家不想等的话，可以先去拿熟食这些。然后它还有比较多的是，它还有各种各类的虾，然后肉丸啊、鱼圆啊这些，然后水果还有水这些它的东西，它就是有看很多很多的选择可以让大家来选啊。其实它有一些是它可以叫他们去煮的，然后它的配套有两个，一个是海鲜，一个是肉的。好，刚刚呢吃完午饭了，现在呢，我们赶到这个第一家的 Night Market。我们刚才到这边的时候是差不多9:30这样子哦。它那边上我记得像是写10点关，没有错的话，可是其实它应该没有那么早关的，我听我姑姑讲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好吃的。Thank you.
Hello， 现在呢，我已经回到酒店这里了。Hello. 刚才那个叫猫咪鸟，立嘎的 Night Market 那边我已经逛完了，买了一些水啊，然后看了一些动物，这些体验一下那些动物的感觉是什么。Morning， 今天呢是在泰国的最后一天，哦，今天是很累的一天了，昨天也是喝酒，到四点半才睡，睡了四个小时这样子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会先去吃早餐，哦，应该是吃那什么艇猪脚饭 ，OK， 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。OK， 我们吃完午餐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本来打算去吃冰的，可是我们觉得，吃冰有点太早了啦，所以我们呢，先去 Macro 买一点东西，然后等一下最后再去吃冰。Hello, my friend. 现在呢，我们刚刚在 Macro 那边买完了一些东西，然后零食那些，然后我们这里目前应该是最后一站了，我觉得啦，就是在 Central 这里去那个 After 那边吃甜品。哎，这是最后第二，最后一站应该是那个7-Eleven 那边。现在呢，应该差不多是时间的3点，在泰国。然后我们刚刚吃完那个 After You 的甜品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是打算就是在走一下，在前侧这边逛逛，然后3点半再一起出发回去了。然后现在还有剩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也不懂要去哪里，因为他们有一些要买东西的已经去买了。然后婆婆跟我弟是回到车上休息了，所以我现在再走一下半个小时，看一下。有什么好玩的？刚才在买水的时候，买我就是想随便买一杯水喝看一下，然后刚好就经过那个卖水的那个地方，然后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有照片的，然后我去到那边买的时候，我看到珍珠奶茶的照片。后来呢，我就去到它的那个前面靠到那边点的时候哦，一看没有一个是有照片的，全部都是自动嘛，只有 ice hot， 所以我就看了它的招牌那边，就随便选了第一个，刚好给我中掉，就是泰国奶茶。OK， 然后就趁现在还在塞车的时候就做一个结束了，就这3天2夜的泰国的 family trip 就是到这边结束了啦。我们大致上应该是没有去别的地方了，除非就是等下会去吃个晚餐，就是去到别的地方，可是就不是在泰国里面了啦，肯定是去在也可能科大还是在其他地方。然后其他人他们就去到那个里面，一样的就是车主跟那些他们的是不一样的，车主要去驾驶去还那些纸，然后他们要进去那个里面，我不懂讲的，就进去里面，然后再抽还是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等一下回到家大概应该是4点多9点多，如果快的话，然后如果现在塞车这些情况的话，有可能更久了，是12点。然后呢，这一次的 trip 就到这边了。然后年尾的时候，应该是很少吧，先回去玩。有可能年
明年的年头或者是三月这样子会有机会，所以大家敬请期待我下一个 vlog。 然后呢就请大家拜拜。头会比身体还重嘞！我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不到。真的假的？有东西刺吗？对，白眼。哎呦呦呦！你还是喝点水。真是。